笑，大仙不闹。么不来，你这干将打不到人，你这干将能支棱过来安琪拉？你开玩笑，干将打安琪拉不随便呐。那这把我就教你一点瞄准小技巧啦。First blood！ 啊，我没打到，我还挺自信，拉了个三指啊。好，有点尴尬啊，有点尴尬。好，这什么？呀呵，这个走位还是挺厉害的啊！对面这个安琪拉啊，有点小东西，好吧？但我觉得他这一波只是运气比较好，东西并不多。你还蛮会走位嘛你？这把没什么手感，主要是对面阵容不好啊。雕虫小技竟敢班门弄斧，大威天龙，大威天龙！别别！我上把被逮了，这张飞，张飞，你对安琪拉就是这么玩的，兄弟们，安琪拉啊！不是吧？大勇公会965365，虎牙688，每晚7:30，咱们不见不散。